参加大陆歌唱选秀节目爆红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往戏剧圈，演出多部电视剧和电影。而近期他又再度参与陆综，在网上引起不少讨论，甚至还有人爆料，其实陈彬是麦当劳老板的千金，还传出整个麦当劳员工都在投票给他。对于这些传言，他本人也在微博发文写下：“不是公主，但麦美永存。”否认了爸爸是麦当劳老板，同时也幽默表示要发放麦当劳配送费，在微博上举办抽奖活动，将从转发贴文中抽出100位，每人赠送9元人民币。对此，就有资深粉丝透露，他爸爸是知名大型餐饮企业的董事长，旗下有20几间餐厅，也是麦当劳在海南当地的代理商。也因此，网友们纷纷猜测，传闻可能就是由此而来啊。Bye.